怀念啊，老地方啊，真的有一些感慨。以前的时候这边人不多啊，那路也没有整治那么好，现在的话变化很大，再来看看吧。第一次这边是西堤啊，第五支啊，玩笑了。已经钓较顿啊！哦，啊，真有烂嘞！哎、欸，这边就是那晚上哦，来落山了嘛，做破案嘞，我今日就去啦。是哦。系啊，今晚无了时间咯，今晚无时间，今晚无遐好啊。大头吧。好啊。刷灯啊！
金。好，你的。哎，我一个生的啥，你知道？生的竹节鱼，你知道？啊，是。会停啊！我那外出力，会停啊！叫外出力啊！今天在第二支，风开始变大了，咬矿呢还好啦，收收啦，不过还是有沙梭臭的，然后还有那个雕类啦，然后沉底的大哥也有种花生啊，种沙梭啊，种成啊丁啊，然后还种一尾那个帕桃啊了，不错啦，好啦，风有点大了。回家了 ，OK， 下午再见，拜拜。我靠嘞，连摊贩都来了，人够多的，超多人的。